距离十点半只有五分钟了，对，马上有广播，有我的广播，你们知道吗？中央电台广播，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。好，我打开直播间。我不是为你制造惋惜，像是你唱拉住我往下跳，爱是漂亮口号，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，变成你要的调调。你为我好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的烦恼，我的骄傲，你却不明了。怎样爱你才好？毕竟黑豹需要自由奔跑，不能满足于拥抱。Can you feel my world?只是的我没办法伪造。 Can you take my hand? 真诚你会感觉到。 Can you feel my world? 只是的我没办法伪造，并不想讨好，你才觉得我重要。你只要我有礼貌，其他假装看不到，我要怎么说才好？当我的情绪低潮，关心像是泥沼，拉住我往下掉，还是漂亮口号，透过你的视角，你把我的喜好随便删掉，变成你要的调调。你为我好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的烦恼，我的骄傲，你却不明了。哎呀，太低了，听不下去了。我在看怎么打开那个中国交通广播呀。啊，电脑怎么打开啊？我怎么打不开了？